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优酷魔力玩具学校。我最近上传了好多魔幻车神精彩对决视频，人气真的是很高啊。那么在留言板中就有小朋友们给我留言，说他想看大型魔幻车神 X 对抗我们的大型魔幻车神 Yuta。 我们找一下哪个是 Yuta 啊，这个是 Yuta。这两辆大型魔幻车神的精彩对决，那么我之前有拍过这个 Yuta 和 Neo 的精彩对决啊，那么他们两个的精彩对决视频呢，我还没有拍摄过。那么今天只我们两辆大型魔幻车神进行对决啊，那么因为它的体积比较大，那么我们的魔幻车神观众们，你们向后去后边看一看啊，去后边观战吧。然后我们想一下，这个是尤塔啊，对，尤塔的主人是谁呀？尤塔的主人是里昂啊。那么 X 的主人是谁呢？ X 的主人是邦达，对吧？那么我今天也来想一想啊，我希望，这个是不是之前没有收纳好吗？我今天希望获得胜利的是，因为吧，我最近一直都非常喜欢 X， 虽然他是坏蛋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依然希望 X 可以赢。在之前的对决视频中呢，有 X 出现的时候，我希望 X 可以赢，结果呢 ，X 输掉了。那么今天看看啊 ，X 和 Yuta 的对决中 ，X 能否获胜呢？那么，还是啊，我将所有的卡片各抽出三张，分配给他们两个人，是他们两辆车啊，不是人。然后，来吧，那么我Yuta，我希望 X 可以赢。完成，那么决定性的时刻又到了啊！还是三张神斗卡。那这次先从 X 开始吧，我希望 X 可以赢啊！那么在第一回合 ，X 加油哟 ！X 魔幻车神出动，看看我们的，来吧，我将它向上抬一些，你们可以看清楚啊。那么我们的 X 这个已经在我的视频中出现过好多次了啊，不过它 的这个属性标志是猩红渊的，而不是黑魔镜的，无所谓。我们看看红色多少分呢？噔噔啊，我还是拿下来给你们看一下吧。红色只有20分。只有20分哦，这个卡片也是一张普通魔幻车神奇鬼巫师的卡片吧。哎呀，我的 X 呀，在第一回合中要怎么办呢？那我们看看 Yuta。 我调整一下角度啊，来吧，我们的 Yuta魔幻车神出动。这个 Yuta 的变身相对于 Neo 和 X 来说就相对于简单一些啊，因为它是一只鸟的形态。我来看看，哇哇，首先我们先不看它的属性，不过我真的是 Yuta， 我居然抽到了一张 Yuta 的技能卡啊，单凭这份幸运，我觉得 Yuta 就不会输掉了，是不是？真的很糟糕啊！看看吧，它的 Yuta 是蓝色的标志，蓝色的标志是错误的啊，应该是红色的标志啊。但是我们看一下，蓝色40分，在第一回合中 Yuta 战胜了 X， 讨厌，也不是很讨厌了啊，一般讨厌吧。那么我将他们
收纳以后进行第二回合。哇，这个好久没有收纳，都有一点忘掉了。啊，要先收纳什么啊？果然大型魔幻车神的收纳要比小型的复杂一些啊。啊，我怎么好像没有收纳好哎，不过没有关系啦。我们第二回合的比赛比较重要啊。那么第二回合，优塔先开始吧。优塔魔幻车神出动！哇，看一下啊，这个技能卡是施救车神的技能卡，蓝色，30分。哇，那现在呢，优塔的分数呢已经是70分了啊，已经是70分喽。我们看看 X 的第二轮 ，X 魔幻车神出动。我们看看这个红色标志的 X 啊，你们可能没有看到啊，不过我已经看到了，真讨厌，我拿下来给你们看一下吧。史上最低分10分，这个虽然是 Neo 的技能卡，不过红色的标志只有10分。啊，你看啊，第一张卡片红色20分，第二张卡片红色10分，倒数第一滴、倒数第二滴的卡片都被我抽到了，这是有多么的幸运呢？我觉得第三回合真的是没有必要了，真的是没有必要了。现在呢 ，X 呢30分，优塔呢，优塔70分，那么相差了40分。也不是没有可能啊，如果第三回合优塔10分 ，X 可以50分的话也还不错。来吧，我们最后一回合看一看啊。啊，这个收纳真的是会在你不断的收纳中，技术也会进步的，看还是比较快的啊。这个 X 收纳的时候我要注意一些，因为我感觉 X 呢有一些脆弱呢。嗯，啊，原来 X 这边就是这样的啊，有一点点缝隙。那么最后一个回合啊，最后一个回合当然是优塔先啊，好吧，优塔先开始吧。优塔魔幻车神出动！啊，他哦哇，我真的好高兴啊！刚才我说什么来着？是不是我说如果他是十分的话，我们的 X 还是有机会的呀？结果他真的是十。哇，这个技能卡又是优塔的。哇，今天优特的三张技能卡我抽到了2张都是优特的。哇，优特还是蛮幸运的嘛。如果这个标志是红色的话，那今天 X 是死定了。但是还好它是蓝色的标志，那么只有10分，哦耶。那么我们的 X 的希望还是大大的。哦，太好了。加油 X, 魔幻车神出动。啊！你们是不是不知道我为什么尖叫啊？因为你们没有看到这个牌卡片。你们看啊，红色的卡片，红色的标志是不是？你们看卡片，噔噔噔噔，是人救车神的卡片。哦耶，70分呢，70分，真的是这个神斗卡中分值最高的一个分值了。哦耶，哦耶。哇，这真的是在第三回合中出现了一个大反转，我们的 X 胜利喽！啊，最近这2场的对决比赛真的是十分的给我面子啊！我希望赢的队伍都赢了哦，太好了！那我们现在算一下我们的
x 多少分啊？七十加三十，一共都是红色的啊，看红色的，七十加三十，一百分哦，我们的 x 一百分。尤塔呢是蓝色的啊，看七十加十哦，八十分，我们的 x 以二十分的优势啊，二十分的差距。战胜了我们的 Yuta， 而且是在我们第三回合中进行了一场大翻身，哇，真棒！这还有一把小刀。那我们今天的对决 ，X 获胜，是我希望的赢的 X 获胜，哦耶，哈哈。那么今天的对决比赛到这里啦，喜欢我们的小朋友们一定一定要多多的关注魔力玩具学校，订阅魔力玩具学校哟，也可以去我们的主页上看一下我们的 QQ 群哦，加入 QQ 群以后我们一起聊天哟，下次见吧，拜拜。